既复古又奢华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？ Omega 第一指青铜腕表，新款的海马 Seamaster 就带给表迷这样的感受。表格采用全新专利材质青铜金，同时具备青铜的怀旧美感以及贵金属的华丽光泽，再加上贴近1957年老海马的外形，是复古表迷的进阶奢华选择。青铜金最令人好奇的就是它的色泽表现，这种锌合金的主要成分除了铜之外，还有 37.5%， 相当于 9K 的黄金，以及微量的钯和银等成分，呈现出来的色泽不太像是一般认知里青铜的黄绿色调，反倒是比较接近玫瑰金。品牌表示这样的成分让合金可以保持自然的铜绿，但是又不会有铜锈产生，也因此新款海马在表壳、表冠，就连表扣与底盖都用上了青铜金，就是为了强调新材质的持久耐用以及亲肤性。面盘的做旧色调尤其定调了表款的复古风格，深棕色面盘是青铜材质，并且特别采用三明治面盘，这是早期腕表为了引领夜光涂料的涂装技术还不够细致，因此采用的折中方式，所以可以看到上层的深棕色盘面镂空石标的形状，下层再衬一片仿旧的米色夜光盘面。另外，新款还将表冠改成上宽下窄的锥形，可动虽小，但是手指可以很自然地扣住表冠，操作的舒适度提升不少。搭载的8912自动上链机芯，采用横跨式百轮表桥，加上大面积的夹板，结构相当坚固，并搭配同轴擎纵、细油丝、双发条盒，提供60小时动力储存。机芯通过了 Metas 大师天文台认证，拥有15000高斯的高抗磁力，是近年 Omega 积极推动的规格，很少有品牌能够匹敌。除了话题的青铜金，新款 Seamaster 也推出了不锈钢表壳版本，搭配棒棒糖秒针与铝质表圈，更有1957年老表的味道。